笑的事情。就是嘛，他怎么就弄假成真了？真是的，要不咱再从头一次，好吧？我保证，跟刚才结果一样。朝阳啊，我看你还是想开一点。投票结果呢，只能说明群众对你有一些意见，并不代表一定要轰你走。当然，你愣要走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朝阳哥，朝阳哥，谁别说了。什么都明白了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。不过，在你们家毕竟还有一个人欢迎我、喜欢我、希望我留在这儿，这儿我就没白来。伯父，我知道，就算这一票是您投的，您也不会承认。我冤枉啊！我，志国大，如果这唯一的一票是您投的。我也只能在心里。哎，别，黄水主，我对天发誓，不是我投的。嫂子啊，如果这一票是您投的啊，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。你奇怪吧你？哎，真不是我呀。圆圆，如果这一票是你投的，那就算为咱们友谊的见证吧。我没投他的票啊，我。小贵妹妹，如果这票是你投的。我是最能理解的。大姐，不是俺，俺巴不得他早点走呢。我走了，再也不来打搅你们。都请留步吧。别送。这来，吃饺子去。告诉你，那再告诉我呀！救命啊！那咱先生，最好是打开，而且装上很正确的伞。把电视关上吧。我是说正确包装降落伞有很……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大家的情绪都不高嘛！啊！不要因为中午个别的人讲了一些话，大家就有一些什么想法啊？我们正常的家庭生活气氛不应该受到干扰吗？啊，是不是啊？爸，瞧您说的，个别人不来了，这不好事儿吗？啊啊，就是，咱好不容易能清静会儿了，是吧？你说的，这家里多清静啊，真好。啊，俺也觉得挺好的。是啊，是啊，啊，这个本来轰都轰不走的啊，现在自己就主动不来了，这是个大好事嘛，啊，大快人心呐、啊！人心大快，人心大快，快快快！啊，快八点了。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可干了，我要去早点休息，你们可以多玩一会儿嘛。啊，我们有什么可玩的呀？我睡觉去了。爸爸妈妈晚安。哎，晚安。大哥大姐，那俺也去睡了。哎，那咱们也睡去吧。这刚几点呢？哎，今儿那票是不是你投的呀？怎么会是我呢？嗯，我还以为是你呢。嗯，绝对不是我。不是你爸呀？也可能是圆圆。嗯，算了吧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朝阳以后反正也不会再来了，你还老提这干嘛呀？哎呀，不提了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反正我觉得咱家今儿干这事一点都不过分。那这是咱自个儿家，咱有这权利。今儿咱家这不是就挺清静的吗？我也觉得咱家一点都不过分。嗯，咱不就图个清静吗？你老看着我干嘛呀？觉着吧，
这朝阳吧，虽然不怎么招人待见，嗯，可也不怎么招人讨厌。哎，我老觉着他就跟我亲儿子差不多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他跟我大哥那孩子差不多大，嗯，我一直就拿他当亲侄子。哎，你说咱俩怎么这样啊？把人从这儿轰走了，然后一个说人是儿子，一个说人是侄子，占人便宜。哎，人走了，嗯，再也不会来了，嗯，挺好。以安抚就不可测，所以求神保佑的事情就是特别的爷爷还没睡呢，我睡不着啊。21座岛以上，哎，你怎么不去睡觉啊？我也睡不着。庙宇之多，外籍本爷爷，你说实话，今天唯一的那一张票是不是你偷的？不是我，我还一直以为是您呢。啊，反正赵杨叔也走，再也不会到咱家来了。爷爷，你说孟朝阳这个人啊，是不是真的让我们觉得他特别烦人呢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。反正我不怎么烦他。啊，是啊，有些时候我还真把他当自己的亲孙子那样对待了。没错，有的时候我还真把他当我亲哥。爷爷，这辈分有点乱呢。那我哥能是我小姑的男朋友吗？哎，那乱不乱的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啊，爷爷，嗯，您说咱们有没有办法再把张叔叔给请回来呀？我这，啊，胡说！好不容易把他给轰走的，干嘛还把他给请回来啊？嗯。要实在要想请他，那你就去把他给请来吧。啊，我怎么请得来呀？没听人家说吗，送神容易请神难。哎，那叫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啊，算了算了，这个什么请啊送啊的，哎，我困了，睡吧。睡就睡啊。一个星期天了啊？什么一个星期啊？啊，没什么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是说，我最近啊，啊，想过一次生日。过生日？爸，啊，今儿才6月初8，您的生日不是腊月23吗？胡说！腊月23那是灶王爷的生日，我的生日啊是正月23。6月初8，正月23，这差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差就差吧，爸愿意过，提前给他过呗。有这么提前的吗？反正是啊，过一次少一次了吧。我这次想过得热闹一些。啊，你们每个人啊，都可以请一些朋友来。啊，请谁不请谁的，也没有什么限制。啊，包括个别的人说再也不上咱们家来的。嗯，啊。这个他不来，我们也可以把他请来吧。嗯啊，哎呀，明白了没有啊？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不明白。你们这还不明白呀？嗯，爷爷的意思，嗯，一个星期之前，嗯，个别人，嗯，这样，啊，那样，你明白没有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，啊，我明白了，就是那个。哎，我都不要打哑谜了啊！就是那个孟昭阳，哎，孟昭阳。
张扬，我是张扬。